好，今天呢，我们介绍一个心脏病的一个案例，以这个案例做标准，那其他的大家都是比较简单，因为这是比较难的一个案例，也比较危险啊，比较危险。那西医呢，遇到这种他没有办法处理啊。那我们讲九种心痛里面的心绞痛，痛的啊，那个病人哇哇叫啊，刀刺一样的痛。可是你去查的时候，病人不见得百分之百可以动手术。好，那有的人是肾脏功能不好，不能动手术，或者他本身很严重的糖尿病啊，不能，这个病人就是有糖尿病，那如果他伤口受不了，也不能动手术。那这个还有其他有高血压的问题啊什么，所以他没有办法动手术。所以你以为动心脏手术每一个都可以，那你错哦，他还看你。那如果被在动手术之前你也同意了，也签了同意书，动手术之前发现了你那夸了法哦，你不能做手术。你在动手术中间，可能因为你有其他的病，在里面可能就死在手术台上，啊，那你既然死在手术台上，还不如不要动，你继续痛，对，痛到死的那一边，好，那这种状况，你只有中医可以解决。那中医可以把有别的病的人，同样有心绞痛、心刺痛的人治好，那同样没有别的病的人，只有心刺痛，那一定可以治好嘛？所以开刀是不必的。好，那在案例介绍中间呢？我们如何把心脏里面的淤血排掉，然后让它心脏恢复功能？好，那有哪些症状可以证明好病人回转的病人好转回来？然后哪些证明可以病人心脏功能完全恢复？好，那我们用这个案例延伸到一些瓣膜好闭锁不全啊，不管是二尖瓣、三尖瓣，或者是你的心律不整啊，好，都可以好一起用同样的方法来治疗。这样的话，诸位以后治疗心脏病，你看我们选取药物的时候就会很灵活。好，那金匮里面呢，胸脾它只有一篇胸脾，只有几个处方，但是不够，基本上是不够的。好，那后面当然有红兰花酒啊，整心刺痛它有红兰花酒，就是纯的红花。可是纯的红花，我们现在市面上有两种红花，一种是藏红花，一种是川红花。临床上看的时候，藏红花它比较轻，它长在高原上面，5000公尺的高原上面，藏红花直青，没有味道，无色无味，所以它是入脑。脑部的，如果我们今天遇到一个病人是脑溢血，就是 blood bleeding， 好的 stroke， 他脑部有出血，那我们用藏红花会比川红花来得好。那如果说病人是动脉心脏这边接近这个地方啊，川红花而且很臭，好像臭袜子的味道一样，很臭，它胃后胃的入侵。记得哈，任何的药物，以后大家在市场上不管到哪里去，你只要碰到药物味道很厚重的，都是入血分的，那比较轻，没有什么味道，只有很轻的，它比较入气分，气分。那所以藏红花跟川红花，我们有用途就会有两种不一样的情形出现，那中间呢，我们还会用到一些比较特殊的药物，这个我们会利用这个案例呢介绍给大家听，好。那这个案例会了以后呢，其他的应该都不难。好，那病人呢是6月8号，2001年，我们诊所，好，他开了3个小时车来我们诊所，他告诉我他血压高、血糖高，好，胸口强烈的刺痛，他脚也痛，好，然后手有。后来这个风湿关节炎，又有痛，背又痛，还有这个胃酸很多，胃酸很多，人就过胖，好，大家就是他来诊的原因。那他知道，他当时给我了这个，我们这边的心脏血管心脏方面的他们的报告，这个病人呢，心脏病，就是动脉血管堵塞在那个地方，那他堵塞的状况很严重，当时呢，他的状况，我问他的时候有几种，除了上面。那些症状以外，第一个，这个病人呢，手是冷的，这个病人呢是1941年出生的，男的，体格非常壮，他是做屋顶修缮屋顶的工程，体格很壮，人真的是力量很大那种，像蛮牛一样，那这个人呢手是冷的，那脚很痛啊，痛，他我问他。寒热他也搞不清楚，反正就是脚很痛，那小便呢？它有几个特征，小便出来呢很慢，慢慢的流出来，没有办法很迅速的排出来，第三个呢，他睡眠非常的差，
好，睡眠好，非常的差，大便还好，好，大便呢，每日一行，啊，每天一次，然后呢，他这个手足趾都是麻的，啊，麻的，这个人的主症就强烈的。强烈心痛，这个谁是脚痛的哈？而且他的痛呢是持续的痛，这个痛呢是他持续的痛。好，来按照我们的虚实辨证，一个病人只要持续的痛，代表实症。实呢，不见得说是。出了病，刚开始的病，实就代表里面东西堵到，哦，产生的剧烈的痛。那如果有一个病人来找你说啊，我心闷痛啊，偶尔闷痛一下，啊，不是24小时痛，啊，只是心气堵塞，你不需要加活血化瘀的，我们一些像啊瓜蒌实、泻白、枳实就可以把它去掉，啊，你不需要用那很强烈的活血化瘀的药，不需要。啊，那这个是。24小时的痛，好，他的血压呢？他当时告诉我啊，他的血压是168，好，他的83。如果你以西医的资料来解读的时候，他的低血压很正常，高血压很高啊，代表是心脏病啊。有的人是低血压很低啊，高血压正常，好，那比较属于肾脏方面的问题啊。那当时呢，我们查他的时候，他的心耳朵的心点，他有两个主症。查的时候，我们查病人心脏病，这个耳心点，好，第二个呢，第五椎的压痛，它两个都有很强烈的压痛，好，那我们可以知道它这种一定是心脏里面好动脉血管堵塞，那这种病的病人呢，如果睡眠很差，心口的刺痛，手脚麻。再加上大便不规则的话 ，anytime 会走了，一发就走了。他唯一对他有利的是大便啊，这是唯一对他有利。好，为什么大便很好？因为心跟小肠是表里，所以心脏的搏动跟小肠的速度是一样的。那你小肠的大便每天很正常，代表即使你有堵塞，可是你心脏搏动很好，你没有失掉那个速度。好，你现在照拍，虽然有点堵塞，还是照拍。好，那。这个时候是我们的治疗治病的时机，好，我们下车的时间。那因为这个病人开要3个小时来我这边，我刚才说你每天隔天来扎针，做不到，好，他做不到，他来这边要耗一天的时间，好，那好吧，我就开处方给他吃，所以他这个病是完全用中药处方把他治好。如果他给我做针灸，连续做针灸，那恢复的很快，啊，恢复很快。那像这种心脏病，我们一般来说，我们针灸的选穴。好，你比如公孙内关，好，我们的心目的巨阙、小肠的募穴、关元穴，好，那你的背后的背针的心枢，好，正面鱼目治疗法，好，都是很好。还有耳针，买耳针的耳朵里面的心点埋进去。那如果说有动脉血管堵塞、有胸绞痛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立对，好，立对。那有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软骨，软骨呢是因为它靠近肾经这里痛。你选穴的时候还是按照经络，如果是它是称为正中间，你除了我刚刚的穴道的话，你可以选择列穴，因为列穴管任脉。如果它是任脉旁开1寸半2寸的地方，我们知道它是肾经，我们砸对侧的什么软骨穴。如果是在胃经上面的话，我们砸什么立对，好，用颈，好，主心象，好，颈穴。那你去砸了涌泉不需要哈，因为涌泉我们用那个软骨来带涌泉，那除非它是你的敌人那个啊涌泉，或者是。emergency 的时候，急救的时候扎涌泉，啊，平常你不要随便给他扎涌泉，扎了他从此不来看你，痛死了，好，那有没有必要到涌泉去？这是我们治疗心脏病的手法。那我刚刚讲这个手法呢，不管里面针灸这个东西，针灸在做的时候，我们并不管里面只是心气不行堵到，还是动脉血管堵到，还是你有好的这个二尖瓣、三尖瓣瓣膜闭锁不全。那我们在辨证的时候，如果病人有瓣膜闭锁不全，很简单。他的心脏血液会回流，啊，在中医讲的话，就是心脏的阳不足会阴了回来。
那回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正常的循环，就是本来血压上去又下来，那你左胸腔这边或这边就会失掉压力，本来肺和心脏能够把天顶到天哈顶到，所以外太空里面人也是这样，外太空里面的空没有空气，可是我们地球上有空气，那大气层有没有罩子把它罩到，没有罩子，可是为什么可以把它隔绝掉，就是我们跟我们的肺一样，我们的皮肤把它隔绝掉，所以我们肺里面有一定的压力，那我们如果说这个肺里面的压力跟我们现在海平线的大气压力是相等的，所以我们在海平线的时候很舒服，那跑到高山上5000尺高山的时候，你会有高山症，因为你压力不够，但如果你吸氧不够，人体也是一样，你如果肺和心脏的两个金和火之间，它非常的合作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阴阳循环的问题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压力，那你如果心脏血位回来，会肺脏会失掉压力，短暂性的失掉压力，平常没有感觉啊，尤其坐飞机，你飞机一下来，这个病人哇，我的肩膀很酸痛，好，尤其是高空下来以后，肩膀如果很酸痛，需要人家把它按摩一下，这是标准很标准的瓣膜会有损伤哈。2天半或3天半啊，会有损伤。那平常呢，如果太累，它也会有这种好肩膀痛。所以伴随着肩膀痛，那如果说我们的耳针呢，耳朵这个穴道检查呢，比较着重在淤血堵到动脉血管硬化。如果是结构有问题的话，大部分都是 T5 好，第五椎有压痛，那耳朵里面反而没有压痛。所以如果是结构上有问题，比如说心律不整或者是瓣膜有问题的话，大部分都在第五椎上有压痛。耳朵上有压痛，大部分里面胸腔里面，哦，动脉血管里面有堵塞，还有或者是冠状动脉血管硬化，好，这耳针上就可以侦测到。那所有的心脏病都可以治，好，都可以治。那西医就是不会治嘛，才要换个新。好，你如果买个车子引擎有问题的，就你不会修引擎的，你换个引擎上面，你看看，你再看看那个车子，看的跟你刚买新车一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车子你那么粗糙的东西你都做不好一模一样，换个引擎做不好一模一样，人体那么精密的你要跟它一模一样，不可能啊。所以那种就是不会修车的人去修车，就换心脏病，不会知道心脏病的人就换心脏。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看我们怎么处方？好，这是处方的这个我们处方给大家看，这是6年前的处方了，好。第一个呢，我们在治疗有血管方面的问题的时候，这三种药是必要的。不管是你遇到动脉血管剥离，或者是好这种血管阻塞，血液方面的问题，好，我们要去把血管先顾好，不要血管破裂掉。好，破裂掉。第一个就是川穹、丹皮、桃仁，这三个药呢，是我们好像。3胞胎一组，那由于它这个是全身的血液循环，血脉，你看，比如说你这个病人呢吃aspirin或者吃那个老鼠药，吃了以后很容易出血，你这三味药就够了，好，那常常就可以把它收口啊，或者是你一跌到水上淤伤的时候，也可以这三味药。那由于它在心脏的正中间的剧痛，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用那个红花，好，红花用1钱。这是川红花，好，川红花。那这个是我们在通血管用的，好，我这刚刚跟大家讲过，在金匮里面只有红兰花酒，好，它是用来治疗心痛。可是张仲景指出一味药，好，就是这红花，好，这个一味药。那这个病人呢，强伴随着第五椎有压痛，所以我才会去开什么药呢？瓜蒌实。当时盖瓜蒌实是5钱，原因是为什么5钱？因为这人体格非常的壮，像牛一样，哦，很壮哈，哦。下次他来，我就指给你看。他只要有病，他就会来开3个小时，他来找我。他绝对不会给别的医生弄。好，蟹白，好，蟹白呢？蟹瓜蒌实本身长得就像心脏，诸位到药房去看一下就知道哈。那，哦，瓜蒌实跟枳实长得都像心脏，好，哦，那瓜蒌实比较色白。颜色是白的，所以比较入心包。枳实小小的一个像小橘子一样，它颜色比较深，味道比较厚，所以它入心脏。那我们的小陷胸汤里面，枳实也用枳实，好，用黄连啊、半夏都是入心脏。待会我们会介绍到好陷胸汤。
那蟹白呢，它色白，然后你拿起闻闻看，大蒜的味道，老师这个辛香辛辣的味道，又是色白，一定入肺，没错啊，中药就是这样的啊，你不要去看药点去查，拿起一闻就知道啊，那你还要去查药点，那你万一走了路上，你没有带，没有把那个本草经带在身上，对不对？拿到药你不知道，哦、啊，不会，你还是可以知道哈。啊那如果你哪天在深山里面 get lost， 对吧？就迷路了，或者在沙漠里没办法哈、哦。那在深山里迷路了，药厂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你自己抓抓就可以药就可以抽出来哈、哦。这个然后呢，这个蟹白呢，好、哦，瓜蒌是蟹白、桂枝，这几个药合在一起呢，就是通心气。所谓要通心气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有气有堵到，这是上面血堵到，气也有堵到，也会有闷痛，所以我们为了气血两边都要能够让它通畅，因为它耳的心的第五心耳朵里面的耳针的心点跟我们的后面的第五椎都痛，所以心气跟心血我们同时要一起照顾它，不能光是开一个好一个这个通血活血化瘀的，或者光开治疗一个心脏心气不通的一个药给它。那我们治疗心的时候，一定会用到。是肺的药，所以张仲景一定会用到蟹白、哦，原因就在这里面。好、哦，那蟹白心很臭，你拿蟹白拿去闻闻，你如果拿到蟹白闻不到大蒜味，那都是假蟹白，哦，不是真的蟹白，真的蟹白很臭，像大蒜一样。哦，因为后味的它是白色的入肺没错，但是后味的入心，所以他会选择蟹白，不会去选择石膏，因为石膏是淡味的，是取石膏不会入心的，只会入肺。哦、那个因为石膏是白的，是入肺，所以它是。他的母亲，肺的母亲是脾胃，所以你石膏含量的药一下去就会把母亲会影响母亲，所以石膏一吃到肚里面去，胃马上就缩小，他胃口就变小，原因就是这里。好，那这几个药放在一起的时候，那我还不放心，因为病人痛很厉害啊，那这个药怕这个力量不够啊，一拳就很臭了哈，因为我开三拳，那个药拿起来根本就是臭袜子的味道，你煮起来怎么好像就是臭袜子哈，而且那臭袜子好像是。一个礼拜不洗，丢了墙上粘在里面那种臭袜子，好、哦，很臭的，好、哦，再加上蟹白，那更臭，好、哦，那讲恶心点，大家就会记得。所以呢，后来我又加了地龙，这个地龙是我不放心这个病人，因为病人住太远，在我们的补阳黄母汤里面有地龙，为什么要用地龙？地龙在就是蚯蚓嘛，哈、哦，它到处钻，它力量很强。所以说我用地龙下去，可以希望他全身的血脉都通。这第一个，第二个他脚痛，脚呢是地，头是天，红花藏红花能够入天，好，那入地呢就要地龙，那他脚痛，这是第二个考虑他的原因。好，所以我用地龙。那平常你如果说我们用的这些活血化瘀的药，我说老师，我这些药都不开，我就专门看红花跟地龙，这个病人吃下去就好，当场昏倒。为什么？因为他血会虚掉，你在供血，你没有补血，病人会受不了。好，一定受不了！你不相信，你们拿每天礼拜一吃吃看，好，吃完就马上昏倒，我再来救你。好，那这个就是血虚掉嘛。我们煮好四物汤，等你血虚，然后救你回来。你看我证明我是对的啊。那这个是很强的一种活血化瘀的药。包括我们用地龙，包括从脚开始一直到头部，像脑部的淤血。所以补阳黄母汤过去我们在治疗中风、脑部中风淤血的时候，补阳黄母汤会有效。为什么？就是地龙，地龙进去把那个淤血已经出来的淤血给你化掉。所以红花呢，大最多我临床上面最多只能把脑部有没有积血的或者 clot 在里面清掉。你真的有溢血在里面的话，红花只能清血管里面已经出来血管的血，流到组织之间的血，或者流到脑膜里面的血，那个红花清不掉，你要靠地龙，好，地龙才把它钻进去。所以说临床上，当你发现到你用活血的化瘀去不掉的时候，活血化瘀的药去不掉，你要挑比较重的活血化瘀的药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用到一些动物性的药。动物性的药很凶，好，所以你们不要随便用，很凶啊，一下去人就血瘀。如果你没有后面没有做得很好，光用这个动物性的药就会虚掉。啊，不，你不相信？下次我烤蚯蚓给你吃吃看，吃完你腿软掉，因为血被破坏掉了。好，然后用地龙呢，它病毒会虚掉，再壮也是会虚掉。所以我们后面加什么？当归的，好，这个当归取得很好，好，你如果名字取得很好，你如果吃了这个地龙归过来了，就是当归把你归回来哈，正好就当归名字取得很好。那由于它膝盖好，脚痛好，我叫牛膝在上面，这牛膝呢好，这个三钱好，互通，好，
因为它不通呢，能够通心气，心寒小肠的心气。那按照正统的选药的话，我们会用到脚痛没有力，会用到白芍，对不对？这个白芍用一两，为什么要一两？我刚刚讲了，这个人壮得像牛一样，哦，你下次他来我拿给你看，真的是很壮，然后体格非常的大。好，那瓜蒌实、泻白还有什么？枳实，好，你看这个药哦，枳实哈，后面我们还没讲，光是这个药，桂枝呢，它能把心脏的力量加强，所以桂枝吃下去，光是桂枝的话，你心脏的力量速度会加快，或者血的喷射出来的力量会加强。一喷出来的时候，桂枝里面配合的我们红花，配合的地龙，到这个淤血里当清掉，对不对？清掉的同时呢，把血管补回去，它的血管都脱离掉，因为冲进去的时候，里面血管是堵到的，我们要打通它之后，里面的压力会很大，对不对？所以我们加川穹下去保护它血管，不要把它血管破坏掉。如果我讲白话就是这样子。好，那这些药性呢，我们临床上都可以看出来。好，我有时候常常故意把这一味药拿掉，一看那淤血还在里面，然后加进去就没有了。药性我们从临床上可以看到很多。那这个枳实呢，就是因为它有第五的压动，所以枳实、瓜蒌实、泻来就是我们的胸脾的一个主力的一个处方啊。这个胸脾就是心气郁结，所以我们中医啊，这个心气郁结，西医讲的动冠状那个瓣膜闭锁不全啊，没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心气啊，心气不够。那后面呢，我们治疗心脏病。会加黄连，黄连补心嘛，补胃的，黄芩呢，黄连黄芩，然后呢，后面我用细辛，为什么用细辛？那还有炮附子，因为这个病人呢，小便没有力，三姐，小便没有力啊，小便没有力跟他的心脏关系不大。他的这个身体年龄大了，还有他心脏力量不够也有关系。那他小便没有力，最主要是，那个小肠这个没有办法完全受到心脏的，这个供应他的热的，所以他下焦力量就不够，元气就会不够，会有这种现象。那西医可能说你肾功能肥大或什么都没有关系，我们用的细心泡肚子，他小便没有力，我就放这两个药去。这是主要原因啊，当然呢，它也是我们的汉唐清气药。我们汉唐清气药很简单，就是这个瓜蒌实、桂枝、泻白、川穹太平、桃仁、火花，就这些药在里面。那我开汤剂给他，就是他顽疾力量不够啊，因为病得很严重。给他吃五副，吃一个礼拜而已啊。这个病人呢，第二诊呢是6月15号。出来吧，感觉怎么样？第一个睡还是很差，睡还是不好，代表说睡的心脏还没有恢复，睡的品质还是不好。手麻，足麻，吃了一个礼拜药这个手麻这样手麻去八成去掉，脚麻还有。然后问他呢，心口痛还要跟没有，心口痛就去掉了。那本身他有原来有膈气，打嗝，又怎么膈气？膈气还有减少，减少。那时候我在查他耳朵的心点还是有压痛，第五椎有压痛，那。尤其是第五椎，他说：“哇，你上次一个礼拜以前按我的第五椎，跟一个礼拜以后按我的第五椎差很多。现在只有一点点痛。第一天按的时候，他几乎受不了。那么壮的人，我按他，真的他说你按下去，我下半身就软掉，像点穴一样。他那个地方就是他心脏，结构的问题。所以他不单单是，这个动脉血管堵塞，西医也只查到他动脉血管堵塞，没有查到他有结构有问题。我们中间还可以查到他结构有问题，他舌苔非常的黄湿。”又舌苔又黄又湿，很厚，这是第二诊，那第三诊呢？
回来的时候，他的处方呢，他的时间呢是六月二十一号，这一吃了一个礼拜药啊，我们再没有改变再给他。这个时候回来，按照他的记录上，胸痛、全虚，啊，通通没有了。他还很好玩，他的血压呢还是168/83，血压并没有变，啊，他的血糖是160，这个是他的血糖，好，血压并没有变，但他胸痛没有去，那个呕气呢、嗝气呢下降很多，啊，下降了许多，啊，那脚呢，好，啊，还有一点点麻，脚麻也去掉大半，还有一点点麻，好，啊，脚是离心脏最远的地方。所以脚上的冰、脚上的寒冷、脚上的麻，我们可以测知，在初期的时候，心脏还有病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治疗心脏病不能说，哎，你胸痛了好了没有了，就停药了，啊，病人还没有完全好，啊，从四肢的末梢，四肢末梢是阴阳的接触最刚开始的地方，它是最敏感的，所以你身体里面阴阳还没有平衡的时候，四肢的末梢就可以感受得到，也就是说。病的初期，他还没有发这种那么严重的堵塞的时候，几年前他手脚一定是麻的，只是他不知道，或者他就给西医看，西医说你这个跟我心脏没有关系，你去看神经科，神经号外 neurologist whatever， 就是精神经方面的医生，可能你神经有问题，或者是你啊和你的 disc 或者怎么样，反正西医就乱搞一套，啊，然后呢，他睡，这时还是微中起，病人自己会感觉到进步很多哈，他自己手呢？温起来了，哦，手已经不冷了，温起来麻没有了，但手工作多的时候，他觉得手还是会比较肿胀，哦，手会觉得肿胀是因为他本身他就有风湿，哦，有类风湿性关节在手上面。那我们可以从他睡眠，哦，还可以知道进步，病人也知道进步很多，睡眠也好了。那这个人呢，到第四诊的时候，哈，哦，第四诊是6月28号，同年的，哈，哦。这第一诊是6月8号，到6月28号，是不是刚好是20天？20天、60天，他20天他吃我们药，那呕气通通去掉了。那这个足脚还有一点点麻，好，哦，那多大部分已经好转了，哦，血压呢降了143，对，67降下来了，好，哦，那这个手脚都是温热的，哈，哦，手脚跟手是温热的。这个时候手麻早就没有了哈，手足温热啊。那呢，这个他的手感觉到胀还有就是风湿，因为我们从头到尾没有开风湿的药啊。你要看病的时候很好玩，你开处方给病人的时候，你知道他只有治心脏病，没有治疗风湿，然后他多好了，这个风湿还没好，啊，所以你知道我们中药是对的，啊，中药是对的。那我们当中那么多药，我们不开在一起对不对？我们当然先治急啊。风湿不会死人的，那心脏病不会死人的。我们当然先救急，所以急症的时候我们先救急，缓症啊，那个风湿怎么死人呢？我们再治风湿就可以了。好，那他睡觉还是睡不好，病人只要睡眠的品质，啊，我们治疗心脏病的时候，病人睡眠的品质没有恢复，还有第二个心主午夜。当病人心主汗，病人的汗呢，如果还有盗汗，好，不正常的出汗，不运动坐到那边也会流汗，这是不对的，或者是不出汗，运动不出汗。我们心主午夜，心主汗，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正常的运动，好，你这个走路或跑步会流汗，这是正常的，啊，所以心脏病。好，有心脏病的人呢，都不容易出汗或者盗汗。好，那你把他治疗到他正常的出汗，全身平均的出汗，也是一个另外的证据，证明心脏功能恢复很多。好，所以说睡觉跟流汗，好，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症状。好，哎，这个睡觉还是不好啊。好，那我们就给他加一点枣仁，酸枣仁。酸枣仁，啊，酸枣仁呢，它是一个治疗可以镇静神经，好，啊，因为它让血归到肝脏上面，啊，它能够帮助他睡眠，所以我们其他的药都没有加。好，啊，那病人吃完这个药以后，哈，啊，到都
到七月二号第六诊，好，到七月二号。七月二号以后，他的血糖呢，好，167，血压又跑回来了，好，169，好，73，好，这个时候呕气还是有，好，还有什么？还是有咳气。这个为什么？我们后来才发现，哈，咳气的有，这跟心脏没有关系的，好，那小便呢，还是无力，还是没有力量，好，那手足一点点麻，好。有一点点麻，但睡觉呢，还是好，睡还是不是很正常，品质还是不好。哎，这个时候我就问他，你这个不可能吧？人到现在呕气，好，呕气跟心脏没有关系，原来是胃酸。他那讲是胃酸，好，好了，马上改处方。好，确诊了以后很简单，你把那个酸甜的通通通通顶掉啊。不要吃咖啡啊，不要喝可乐啊，不要吃甜食，好，人工排放的吃的，好，黑森林也不能吃，好，这个吃了甜的以后，马上就胃酸就来，好，我们就改了全副方，好，所以诸位呢要了解药性以后哈，你改方的时候很快，好，全副方，代者食，好，代者食，我们讲半夏。好，半夏生煎。我们如果说心脏病引起的胸痛，那是刺痛。有一种胸痛，心脏没有问题，他的胸痛是小泻胸汤症。好，他是因为那个胃酸回逆，好烧到胸口这边，所以胸口这边那个食道被烧伤，然后他这边很难过，看起来像心脏病，因为他有心脏病，所以你会误解，以为他是心脏病，实际上不是。那时候我们就改小泻胸汤，好，半夏，好，枳实，好，三九，然后呢，这个黄连，好，黄连，好，加进去。哎，病人呢还有一点睡眠不好，所以我们还是加一些像地龙啊，好，地龙，好，这个2000，啊，这个地龙2000。泻白，好，我们还是加一些药进去，让他心气还是走，因为我们认为他心脏还有一点问题，但是胸痛不是心脏来的哈。泻白3000，然后红花1000，我们要确诊他有没有淤血，你可以压第那个耳朵的心点，好，心点就可以确定。哎，当然像其他像桂枝啊、当归啊，好。那牛膝啊、木通啊、白芍还是一两，为什么？因为它脚还是有麻的现象，哈，手脚还有麻。那这是我们的这个主力的处方，好，所以当时我们就把这个玄武花代者食放进去，好，就，那这个切了哈，吃完了，好，那之后病得很好，就没有消息了，他就来打电话来，就不用来3个小时，我们就因为前面是很危险。好，我们就寄药给他，因为很好。一直到8月4号，这个同样的方子吃哈，带着是玄武花啊，吃这个处方。其他后面我刚刚讲的就是桂枝啊、当归啊，好这些药。啊，到了8月4号，2001年，这个时候他跑来了，他的血压回到130/80，非常标准。血糖是160，这个人过胖了，血糖160，好，还算好。他告诉我心口痛呢，连续，好，全不好，然后手麻也好了，好，这个只有手关节会肿胀，那个是，好，风湿，好，那常常耳朵里面有水就情形，这个都是好水症，这个没什么。好，也就是说，这个病人呢，从6月8号开始一直到。7月8号到8月8号还没有，就差10天2个月，啊，这个心脏动脉血管完全打通，病人恢复正常，睡眠什么都好。那这个这种案例呢，好，如果说
你他以后生活习惯没有改，比如说这个人呢，他是吃很多油炸的东西，很喜欢吃油炸的东西，然后这个吃一些营养剂，像维他命这种东西，它会让心脏瓣膜会受损。哎，你吃一些油炸的东西，可以造成心脏有堵塞的现象。还有些呢，像你吃酸的东西吃的很多，像那个甜食类吃的很多哈，还有那个可乐喝的很多，或者咖啡，那会脚会好，那么造成脚的淤血会堵塞在脚，因为酸嘛哈，会堆积在脚的下方。那很多的原因呢，就像我刚刚讲这些啊，饮食上面的原因造成他这个病。心脏病本身心脏不受病，就是你正常饮食或你正常运动，好，每天早上起来练个易筋经啊，好，那啊傍晚啊晚上啊去逛逛罗马啊，mall 啊，好 ，weekend 逛逛 mall， 钱不要买太贵，把心脏病发吓出来哈，那。这样子，如果你正常的生活，而且生活很规律，很有步调，这样子，不心脏会有病，心脏会有病，一定是外来的，啊，either给这个先生气，或者是给儿子不孝子作奸犯科给他气，还有呢，吃东西吃进来的，否则心脏不受病。那这个处方是我们治疗心脏最重的一个，好，到现在变成了哦，好，那。你如果说没有那么痛，只是好这个一点点痛，你不需要用了那么强的处方啊，你加一点点药，像川穹、丹皮、桃仁，好，那胸口痛、胸部啊，就加枳实。张仲景在所有胸闷的时候加枳实下去，脚是这个脚没有痛、没有刺痛、没有麻什么，就这样就够了啊。你加一些枳实、泻白啊，啊，还有一些活血化瘀这样就可以了。我们会用到白芍那么强。好，照理说，如果胸闷，我们是不用白芍的。那病人是因为脚痛，好，脚很那个脚背很痛，淤血在里面，所以我才会用到白芍。但是我用了白芍的时候，我一定会用到炮附子。好，因为你光用白芍所谓的活血化瘀不是哦，白芍只是把血推回来，可能淤血跟着回来。那你脚淤血快，像脚末梢的时候，好，进来的时候白芍是酸收嘛，它一经被那个药典里面只说白芍是酸收。收回来的时候，很多淤血块跟你一起回到心脏，回到主动脉来。你没有泡附子在里面的时候，这个血块回来没有那么温度，所以血块不会融化。所以脚上的冰的时候，我们把用白芍下去收血的时候，会加泡附子，原因就是让它加热起来，一热起来，冰块就融化掉。所以我们真正的攻脚上的淤血的时候，倒还不是用什么牛膝啊，用什么啊很强的药去活血化瘀，而是用热药来活血化瘀才行。啊，不能用活好，用一般的那个什么地龙啊，没事就开红花给人家。好，那你是个你那个红花的破血嘛？啊，只有正常的血给破坏掉，啊，人就受不了。啊，那这个病人呢，你一定要吃，记得好，心脏病的一定要吃到病人呢能够睡，同时能够正常的出汗，手脚没有麻痛，好，大便正常，胸口没有闷痛，好，你才可以收手。那后面金匮里面我们会介绍，大家看金匮的时候，买到金匮的时候看，里面有青铜色杯、贝铜色心，好，还有两针，一个是瓜蒌泻脉桂枝汤，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好乌头刺史丸，好，金匮里面写的是乌头刺史丸，我个人把它改成乌梅刺史丸，好，哎，实在不好听嘛，好，我们就给它改成乌金丸，好，那这是青铜色杯、贝铜色心的主力的处方，那种处方呢，不是我的怀疑，因为那种青铜色杯、贝铜色心是痰饮。因为痰在纵隔腔，我们有横隔膜和纵隔膜，就痰你在纵隔腔上面的时候，你移动身体的时候，痰会动。那痰动，痰不会进到内脏啊，只会在横隔膜、纵隔膜上走。因为在纵隔膜上走的时候，就好像穿到从胸前穿到后面去。实际上呢，里面内症是痰饮很多包在心脏上面。那这会不会产生心脏病？会引发心脏病。所以我们的像乌金丸啊，像乌头刺史丸，这都是去。啊，心包里面的痰饮的啊的主力的处方，所以任何的心脏病，不管它是痰饮造成的，或者淤血造成，或者是结构有问题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个大原则，就是病人一定要能够睡眠睡得很好，那心口没有痛，手脚温热哈。那你如果说你吃了这个药或者针灸，针完了之后病人越来越不能睡，心口越来越痛，啊，手脚越来越冰，越来越麻，你就放手，好，放手。
啊，丢给我们或者怎么样。好，那诸位呢，你如果知道这个处方，我们怎么用，都会每一个都会好。心脏病是最迅速、最快马上知道效果，立竿见影的。好，立竿见影。我可以做到，病人呢躺在床上心口痛，我针下去，病人就好，痛就好了，药还在那边煮啊，病人就好。那个痛去掉是因为我们用针灸把它打开了，打针的。那事后还是要吃药，好把它全部清干净。那需不需要做那种西医的 stress test 和那个还有那个我们 scan 好什么东西去查心脏，倒不需要，病人自己会知道，自己会有感觉。所以说这个如果知道诸位知道这个大原则在的时候，这样子的话你处方就会应变。所以我再重复讲一句话，有血管堵到一定是止痛，闷痛是心气不行，你不需要用这个活血化瘀的药，因为病人没有淤血，没有淤血你用活血化瘀的药下去，病人会血虚。那你即使后面有刺痛，你用了活血化瘀的药，你要加一些补血的药在里面，病人就不会血虚。好，这就是自证的大原则。好，那我们最近接几个心脏病的病人呢，他看症是很危险，因为他吃的西药，做了这些，就开了刀啊什么，那病人的心脏受损，那因为中间可能做麻药，或者是吃一些镇静剂或止痛剂，或一些或一些通血管的药，或吃老鼠药之类的，那病人这个肚子肿起来，你看他肿起来，然后全身发黄，可是他的心脉还是比较强，不是看到那个我们心脏的脉呢，最怕看到那个肾脏的脉。因为水是克火的，我们在脉诊上面最怕看到被克脉，比如说我是肝脏、肝病，肝是被金克，所以你肝病人摸到金、摸到肺脉，这个是死脉。好，心脏病的人最怕水克火，所以我们心脏病人摸到肾脉是死症。好，那如果是这个肝病的人，好被肺克，那如果是脾脏肿大的人呢，我们很怕摸到肝的血脉，肝脏血脉。所以我们看，你看像今天这个太太，她心脏病，即使用氧气，可她的脉还很宏大，虽然偶尔停一下，还是很宏大，她手脚冰冷，所以我们今天开四米汤出去。那老太太气色很差，看真的是很危险戴了氧气罩，你看都很紧张，吓得。可是她讲话的时候，你注意听，她开口声音很大，讲话中气很急躁，所以她是被害的，也就是说她原来身体很好。他是因为被不会治心脏病的人心去动他搞坏掉了，其实老太太身体还是很好。那心脏不行的时候，因为心开窍在舌嘛，当然讲话就不行了。他讲话还是很有力，舌头身材还是很好，所以他原来心脏很好，是被害的，被西医害的，所以很不平衡，长得又好，很可怜的老太太，但是我们还是想尽办法把他救回来，那救的原则就是我刚刚讲的。一定要知道他手脚温热，手脚没有温热，手脚在冷的时候，心脏是在衰弱，所以他今天来脚是冷的，你不用伸着手去摸，你眼睛看，望着，你看他脚趾头白的，一看就知道里面是寒的，就今天就开四逆汤，很肯定，我们用神父子用了三千，所以四逆汤一样可以急救心脏用的，急救心脏。那这个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如果没有正好遇到节气在转换，像秋天或冬天，这两个节气对心脏都不好。都不好，所以这是我们比较对我们比较不利，对病人比较不利。那这个如果说你心脏病，像这个人是六月八号来的，正热，所以他即使心脏很痛，没有发心脏病，还给你开三个小时车子来，对不对？因为他是暑假很热的时候，所以时节节气也很重要，好不好？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好，那下次呢，我们再有机会再拍一些案例给大家。谢谢。